欢迎来到中国电视史上最长寿访谈栏目《超级访问》，有请李静、戴军。欢迎收看由八号营养快讯营养早餐冠名之《超级访问》，欢迎各位。今天我们很奇怪，对不对？为什么？因为现在有一部戏特别火，对对对对，叫《我是特种兵》。现在播到第几部了？第三部啊。每部的收视率最高？特别高。哪部最高？都高。怎么着？在网络上点击率最高的。对，非常非常可怕。所以今天呢，我们的主持群呢，我们要跟这部戏有关。来，我们看一下啊，我们的人在哪儿呢？来，我们首先有请我们的王静、小峰，有请。我天哪！已经认不出来了。李静加上三位，还有一位呢。呀！你是人是树？你这样也能发现我是个盆栽呀！啊天哪！对对对对，其实我是跳三板的。对，也战服也战服。今天每个人都带着迷彩的。但我觉得我们穿成这样的，我们是不是应该这个正规一点？啊，稍息。哪条腿？左腿啊。左腿啊。我怎么一直以为稍息是右腿？重来重来。集合。李正，我等。真的？好好好，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军人嘛。对。但是而且我觉得军装超漂亮啊！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帅气啊！每个人心里有军人梦。我爹妈心里特别强，你爹妈对给我生出来，当时就想我当兵嘛，带军嘛，对不对？最近有一部特别热播的电视剧，刚才说我是特种兵，我是特种兵，已经到现在三部了，不但在电视台收视率第一，在网络点击量也是第一的。是，这里呢，我们先给大家看段短片，好不好？好，我们来看一下。尽快点，你做好一切准备了，对吧？我什么都想好了，除了面对一群女人。中国陆军停止抵抗！中国陆军停止抵抗！别走了，继续抵抗！掌声有请顾长城、赵云，有请。陈数、侯梦莎，欢迎两位。我们掌声再次欢迎四位，欢迎欢迎。我们请四位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傅成鹏，在特种兵系列里面，我先后扮演过第一部的强子，第二部的王亚东，第三部的天狼。欢迎。大家好，我是赵群，在特种兵第二部利刃出鞘里面，我扮演李二牛。您为什么要出头？伯父，俺娘说吃亏是福。吃亏是福？你想当班长吗？啊，没有。我看你就是想当班长。不够，俺真没有。大家好，我是程素，在特种兵之火凤凰中扮演谭小雷。猎狗五年，花拳绣腿，还有谁不服？给我杀出来！大家好，我是侯梦莎，在我是特种兵利刃出鞘中扮演唐心怡，欢迎。关枪。我是特种兵几位来了以后啊，我们真的是看这部戏，我都怀疑你们是不是专业的演员，因为太真实了，太苦了，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而且呢，我们希望我们今天的现场观众如果有可能可以过来跟我们一起参与，然后一些训练，好不好？
那马上要走进我们《我是特种兵》这个剧组了。好，解散了。哎呀，可以回去了，回去。好，欢迎回到由娃哈哈营养快讯喵早餐冠名播出之《超级访问》。今天坐在我们对面的，厉害不？厉害。厉害。什么厉害啊？哎，我觉得这个戏特别火，大家对你们生活中，包括你们为什么演这戏很有兴趣。这样的，我们先请小峰来给我们做一下这个复读机，好不好？然后用最快速把他们进行一个总结。来，我们有请小峰。大家想不想知道特种兵究竟有多特别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好好了解一下。我告诉你们呢，光是了解特种兵今天一天的训练就能够吓死你们。每天早上清晨5:30先起来，负重20公斤，大概也就是一个饮水机的一桶水那么重吧，要跑个5公里，这不算什么。接下来，哎，你动静有点大啊。接下来，在长达30米的铁丝网底下要匍匐前进来回300趟，这也不算什么。再接下来，哑铃、拉力器、臂力棒，这些机械挨个儿上，每一个不来个150一下，你都吃不了午饭。不管严寒酷暑，一定要一动不动的站在那儿，来一个2小时，这都算是给你放轻松的了。还没有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晚饭过后，再负重20公斤，再把饮水机里的那桶水背着，再跑个5公里，这一天的训练才基本算是结束了。哎，你还活着吗？跟大家说一下。尽管如此，这还是咱们特种兵最基本的训练的一天。厉害吗？哇，就累成这样，才是他们最基本的训练。太辛苦了。你说的是特种兵他们的训练，对，那跟你演员应该没那么关系。不一样的，演员得摆的姿势会不会就好了？来请教一下。当然不是啦，因为就是说我们扮演的是特种兵嘛。如果说我们不去真正的体验这种生活，肯定呈现出来的状态是不会是那么逼真的。你们要体验几天？我们当时说可能前后大概2个月吧，1-2个月吧。2个月，太恐怖了。而他们吃住都在那儿，吃住全部在那儿。搬。你有想过放弃吗？如果是像我的话，给我多少钱我都是。我跟你说是这样的，其实当时我就是被这个傅老师给害了，你知道吗？当时告诉我们去体验的时候，拍《火凤凰》之前说我们要去体验了，然后说早上拉到那个部队去体验。完了以后，傅老师我很紧张很忐忑，因为我觉得我也很久没有锻炼了。然后傅老师说没事儿，你放心吧，说我体验过，就是走走正。过站一站就可以了，中午吃个饭，午睡一下，完了以后下午再站一会儿，给你们讲一讲，就是动作就可以回来了。放心，晚饭给你吃好的。就这样，然后我就去了，然后去了以后到那儿直接就早上大清晨的拉那儿，然后教官好，大家列队好了，直接拉到操场吧。拉操场干嘛？然后开始预备3000米测试。3000米，第一天，关键是第一天没有任何意义了。多久没跑3000米了？我记事情我就没有跑过3000米，你知道吗？关键是跑完过后，所有人话都说不出来。接下来干嘛？好，旁边站好，跑道旁站好，你站着干嘛？俯卧撑20个，开始。在干什么？女孩俯卧撑啊？关键是第一天，我还是说第一天。然后好吧，俯卧撑，然后就乱七八糟做完了。然后呢，教官，好，现在护卫仰卧起坐，开始20个。好吧，20个撑着。然后我们说可以走了吗？这是第一组，好，接下来第二组，俯卧撑20个，哇，当时死的心都有。你这个教官是特恨演艺圈吧？我身边接触的女生啊，能够做5个俯卧撑，我觉得已经是条汉子了。5个，我不信。朋友们真厉害。俯卧撑行，我们进家族的先来试一下，我们一个也是一个吧，对吧？然后我们再找一观众，小峰先来。加油！来，好，小峰 PK 童梦莎，来，你看童梦莎就没劲了。我告诉你们，这是挑对人了。小峰加油！别，各位，现场有没有哪个女观众觉得自己很厉害的？要不要一起来啊？非常 strong 的，能不能挑战我？举下手，有没有？哎呦，这有一位，来，好，欢迎，来一个。你都没有被我的气势吓倒啊！我想了解一下，今年多大？我是1988。1988有训练过吗？啊，没有特别训练的。没有特别训练过。先趴脚来。等一下啊。预备，开始。加油！我们这个女孩也好厉害。我好厉害。哎，我们观众也超厉害。哎，你这真厉害。这丑
换人。那你上，该你了，你来，你来，你来，谁坐团了？谁坐？一个，妹妹，你一个，来这边，这边，预备。起来，看我们素质标准的，加油！看到没有？刘维，刘维，刘维上！刘维加油！刘维，你是男生哎，你不可能比不过女生。这样，大家都起来，再起来，再起来！哇，谢谢！陈叔的动作是标准的，你的耐力是很持久的，对，好，也是莫名其妙的。看一个是男生的比较标准的，好不好？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有种，有种做我俯卧撑的办法。好，你给解说一下，是标准的，标准的，是标准的，对。好，手撑开了，展示个两手。哇，太厉害了！跟肩同宽，跟肩同宽。哇，一档，好厉害啊！好，看他做起来好轻松啊。就是把它拼得很齐，那个这个特别难。哇！壁虎。我拳头。拳头的。放心哦。哇！哇！好低哦，好厉害。对，请问。姑姑长。结婚了，这种事儿，你结婚了吗？我结婚了。跟你说，他刚才做了，虽然有很多种吧，但有一种他没有。但是我知道，在我们现场有一个人他可以。在哪里？非常厉害。就是我们超级访问制片人，大家要不要请他上来呀？哎，我们厉害了，来，我们 PK 一下。超级访问制片人小帅哥胡博上来了。我们不能放过他，来。他以说那个胡博的俯卧撑特别厉害。他以三十出头的高龄来给我们。你会什么呀？你别给我们节目丢人啊！单手的吗？对，单手。我跟你说，我听说这个，哎，我是特种兵剧组过来，他今天连纸尿片都换新了。看一下，单手，好，单手，来看你的，戴军可以吧？单手的，来，试试。我跟你说，我连戴军，我不练你们，我不练，不带连手，我连腿都是假的。我们一个也算吗，戴军？好不好？一个也算，一个。好，往前，大家给两位掌声鼓励。说这个单手俯卧撑不光是非常难，非常难，过来，更多是要技巧级啊，对吧？我技巧级啊，我就是靠这个娶到媳妇儿的。谢谢。哎，那我刚才说了这么多，其实我还想再考考，还有可不可以再加一点难度？就是如果你负重，比如说我坐在你身上，哇，这个哇，这个可以试，但是这段那个播出的时候要掐掉。为什么呀？我希望他那个媳妇儿出去。把电视砸了怎么样？那那个你媳妇坐你身上怎么样？但是我不知道我能承受住不住。那我请傅老师来一个，谁是谁媳妇儿啊？这是你们俩。真的，只是看取向的，报备一下。先报备一下，小狐狸看着别生气。小狐狸，他老婆的爱生。哎，这样的小狐狸。今天他会驮着一个老狐狸，来，小狐狸你别生气啊！你要是当时不要坐这个地方，是坐背上。还有就是不能我自己选位置，别弄腰，腰是他老婆专属的。历史使命还没有完成。不好意思，我最近胖了一点。是我力道不够。
明显是编导在骗人。就道歉。刚才编导跟我们说那个没事儿，他就八十来斤，一点都不沉。然后等一下，那个我们那个王晶就到后台默默把杠铃片都拿出来了。那在拍摄过程中，就讲点受伤的时候，对，谁受的比较重？都有伤啊，都有轻，每个人身上都有轻重，陈述。对，我是有几次，然后我是之前训练的时候，可能因为一上来就是强度比较大，然后我的脚趾就被压死了。当时我们练的时候，每天都是定型站姿啊，然后包括跑啊，然后包括俯卧撑，都是这个脚要受重特别大。完了，我真是换了无数双鞋，然后就是但是这个脚就是大脚趾就一直是青紫的一个淤血的一个状态。完了以后就这样就开拍了，开拍之后其实一直在一个月里面都还是这样。然后后来我就发现拍的过程中这个脚趾开始往外翘，就开始翘了。甲沟炎。不是，就是被压，他就是整个大脚趾头后来就全部脱掉了，指甲可能就有点坏死了，全部脱掉了。然后就是这样，一直觉得哎有点起来，我没当回事儿，但是呢就疼就忍下。然后有一天拍雨戏，我就一直跑，在雨里头跑，然后这个脚就一直泡在水里。后来拍完这场戏，说好吧，说你们那赶紧把衣服换了吧，我就一脱袜子。一个大指盖就下来了，整个大脚趾盖就下来了，然后那个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没有感觉了，因为它就是因为时间太长了，之前就每天我就觉得很疼，我生怕哪一天我跟你说掉下来的一瞬间当时很恐怖的，但是接下来对继续第二天的日子最难熬。咱不要说这事儿，就缠缠胶，然后抹一点药膏，然后缠点上，因为马上还要我得过甲沟炎，把指甲拔掉过。问题在于换药的时候是他要把骨头擦，医生跟你说。这几天你不能沾水，你不能剧烈运动，但你还在拍戏啊。不行啊，对啊，我们没有这一说的，因为那几天正好是拍泥潭啊，拍下雨啊，拍下水，就是甲沟炎我得过，大夫跟我说你这要不是要把指甲盖摘了要么就是保守治疗一星期不准干。这样疯了。当时手怎么了？我们这个职业大家看着很风光，但是苦不苦我们自己知道，因为拍摄有进度嘛，你如果受了伤的话他是没有时间让你去看病的，这确实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情况。你比如说我得了是甲沟炎，然后这个地方肿的跟大拇指头一样，就是食指肿的跟大拇指头一样啊。然后就是我说我要去看一看，说赵雪，这个戏还没拍完，你能不能再忍两天？我说行，忍两天可以，就忍了两天，然后肿的已经跟脚拇指头一样大了。我说我再不去，大夫说要截肢了。他说你再忍两天。我说行呗，好，有一天。是先从一个两米五高的一个障碍上跳下来，然后100米障碍爬完，那天还下着雨，然后匍匐前进，爬完了以后泥潭干嘛，其实就是该经历的都经历完了，然后我把手打开一看，哟，手腰那么粗了，手指甲盖已经没了。哎呀，血肉模糊，哎，这个讲慢点，他爱听。啥？我在想这个剧组啊，真是比南霸天还狠呢。然后一号位，然后呢？然后我说，我拿给制片主任看。哎呦，能让我去了吗？制片主任就对你说：“哎呦，那有啊。”哎，你是南京人吗？我赵旭，赶紧走，我派车送你去。太可怕了！我特别想见见那个制片主任。我也好想看到他。我真的，我觉得就是戏跟戏不一样。像如果像我演，我就愿意演土豪呀，然后每天去吃啊什么的，演那种戏。一辈子红不了。演一辈子，光吃，除了吃什么都不没，就真不红这样的角色。那你呢？你有什么？我是有一次拍戏扔炸弹，然后让大家先撤退，我先扔炸弹，然后转身就跑，结果呢就是一转身没发现脚底下有俩人，就是演死尸的，然后躺在我的脚底下，我根本没有看到，然后直接我就是被他们绊了一跤就直接飞出去，但是我当时是在楼梯上，直接顺着楼梯就直接下去了。但是我觉得这是跟拍特种兵系列啊，还有那个拍这个就是老是打戏啊有关系。特别矫健，当时非常敏锐，然后咔身体一绷紧，本来开始这样飞下去是应该是脸先着地的，但是我当时是肩膀先着地，我就是整个一个侧翻，然后是肩膀先着地，就身体已经会自保了。就你在空中的时候是有意识，我还要吃这行饭的，啪，表现脸。真的，人有潜意识。不，人有潜意识，而且女演员对脸的保护特别重要。而且我跟你讲，我认识一个女演员，她就是，就有一次上街被车撞了，整个人飞起来，你知道吗？啪，躺那儿，
所有人说哎要紧吗？他说我发型乱了吗？不媚不活。哎，我跟你讲，那演死尸的是不是嫉妒你啊？一直演死尸，一看你想跑，咔把你拽出去。像我飞出去那一次，然后就直接进医院了。我是特种兵一的时候，这个又眼角缝了三针。啊，来大家过来会留疤吧？你的双眼皮是？看双眼皮不是那个，不是很明显。哎、啊，你们都是什么人呢、啊？这真是啊！哎，真的，好的，走开，一定要技术很好，看不出来。什么情况？确实是看不出来，为什么？因为那天非常的幸运。你看这啊，这个是当时的照片，当时那个旁边左边是制片主任，去医院去医院，赶快去医院。那是什么情况？你临走之前还说你戏拍完了吗？那么势利，那他当时是因为是拍夜戏，拍夜戏呢，我们是拍一场戏，我们是受训，然后，在那个泥潭里面被那个高压水龙头滋，然后我们身上都背着枪，然后互相就撞来撞去嘛，就是不知道是我自己的枪还是别人的枪托，一下砸中这儿。当时特别好玩的一件事是，我把这个捂着，然后就感觉这有点疼，我也不知道那个，因为当时天很冷，有点麻麻的，感觉有点疼，我也没在意，结果他血就流下来了。我们旁边的其他的演员说。哇，鹏哥，你太抢戏了，你自己还抹血浆了。自带效果。自带效果，你什么血浆啊？而且效果非常逼真，你知道吗？你知道，你太牛了，你自带效果，我什么东西啊？你血浆都流下来，我一摸，我才知道真的流血，感觉不到疼吗？因为当时感觉不到嘛，也天凉，然后马上就送到医院。到了那个医院以后，正好那天代班的一个就是一个是一个博士后，一个医生，一个副主任医师，然后呢就聊起来嘛，他说你怎么回事？是不是跟人打架呀？我说没，我说我是演员，我说那个麻烦您，他说那个能不能帮我弄好一点。他说：“那你放心，我给你用最细的针、最细的线给你缝。”后来就特别好，就是确实没留什么疤。我还为此专门又回到，就是事后又回去医院感谢他。以前也有过这种战争戏啊，或者什么这种炸点，但是没有像这一次就是拍的这么恐怖。拍那场戏的时候呢，导演做了我半个小时的思想工作。因为什么？因为我跟这导演合作的之前的一部戏呢，我们在上海拍的，就是那个。咱们香港那个演员 Selina 那个不是受伤那个吗？春天有个约会的那个。他其实他们拍那个戏就在我们旁边，所以他们出那个事故，我们第一时间就知道了。天哪！从此我就留下个阴影。我们这次拍的这个戏呢，它是在一个狭长的走廊里面，左右两边的房间门口全放着炸点。我要从这个走廊的这一头跑到那头，我跑一个炸点，后面炸一个，跑一个炸一个，跑一个炸一个。就是说，如果是一旦是摁反了。就是我还没跑，他把前面的炸点先炸的话，或者他跑慢了，或者我跑慢了，或者我摔倒了，哇，就交代了，今天就不能坐在这儿了。哇，那就所以那场戏是杀青的最后一场戏。对，最后剧组太没人性了，太没人性了。放到最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场景也是最后要炸毁，所以他也是要放到最后。然后就是我当时跟导演说，我说能不能这样，咱们技术处理一下，就是炸点全部在我后面，我在前面原地跑。你进去飙就可能，或者说那个可能效果不太好吧？你怎么原地跑？你跑一个我们看一下。就你就可以炸点在后面，你原地跑在后面炸呀，就离你哇就这样。然后机器可以推吗？机器可以往后面推，可以做那种特效那种。导演说，那你全景就没法拍了。他我要全景和近景要交替剪，到时候你们可以看到。这么拍的，我跟你说，对啊，可以啊，对啊，技巧。后来导演跟我聊了半个小时，因为我视野很好，他说鹏哥没事，他说我带你看，他说我保证不会炸反，这个炸点不会炸，因为他我这个顺序是按这个来的，他就带着我去看了所有的炸点，然后他的线全部捋了一遍，对，然后就拍完以后全场鼓掌。敬鹏哥也敬我是特种兵。他们火凤凰当时训练的时间蛮长的，我是当时是特种兵二嘛，然后因为我里边过多的就是打武打的动作，所以前期我跟那个吴京大哥然后学就是套招啊什么也套了，他是另外一种苦。
对，我是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就是浑身上下都是青。慢点。多精心打呀！他也没有真打，他也没有真打，他的假打，对，真打好像是正好，但是。他是就是防着让我来打他，但是他的身体肌肉特别强壮嘛，然后我打了也很疼，还是很疼的。对，因为即便你打在他身上，疼的还是你。对啊，是的。你能打他吗？太没面子了。谢谢。为什么？那我应该是最后一期超级访问了吧？谢谢。给这个弟弟买保险了吗？来吧。是要打我？行啊！你要怎么打我？是这样的，我不会假打，我只会真打，真打真打。刘伟，刘伟，要不要跟你们家里人说一下？可能真的最后一次录像了。妈，我会努力的。今天赢了，我就是一条汉子。你先出哪？我先出这边。啊，出这个啊，好的好的。然后再出这边。啊，好的好的。然后再这样。啊，好的。你觉得可以吗？啊，可以可以，这个好的。来，速度慢一点。哇，你看他姿势。还行哎，行了还行哎，快点打，没事没事，来吧来吧，真打啊，连贯连贯连贯，哎，你能不能还击啊？我还击可以吗？可以啊，那我不，我就不客气了，预备开始。戏里有一个桥段，就是说如果实在受不了的话，要放弃，就把钢盔，你们俩放到那个旗杆下面，对，那是一种仪式。对，钢盔代表着你的部队，你所属的部队，你来自于哪个部队？那你们拍的时候有没有过真的不行了，把钢盔放到旗杆下？对啊。要投降的时候，那应该没有，会有跟组演员放弃的，就他真的是受不了了，因为不能说光我们几个女兵，然后光我们几个教官，他会有很多人，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演一个受训的过程，刚开始新兵连比如说有80个人，然后变成40个、30个、20个，一直到最后剩我们8个，那么就在这个过程中要会有，一开始会有几十个群众演员跟着我们，后来我们真的是发现人越来越少，有一天女导演都疯了，说怎么办怎么办，哎，我说怎么还不拍呀，没有人了，不演了，没有人了，巡演都不干了，我说为什么？钱太苦，就不干了，真的是不干了。所以群众演员他们可以说，哎，我就不来演了。对，但是他真的可以啊。对啊。那对于女生来讲，你们在中途都没有想过要放弃吗？啊，对了，真的会有的时候，就是中间有一段，我觉得我们真的是也是真的崩溃的边缘，拍崩溃的，就是一边拍一边哭，会吗？他拍完《火凤凰》以后，自己一个人跑到深圳的海边住了3天。真的，真的。因为接下来本来是要马上要拍《与狼共舞》的第二部，就现在我们已经在播的《与狼共舞》第二部。对。他已经放弃了，因为那个他那个角色是制作人和制作方专门为他写的，因为他第一部里面那个角色梁海棠已经死了，就为他专门写一个角色，就是孪生姐妹。叫梁樱桃让他去演，他已经想放弃了。你那3天在海边没有过其他念头？有，他就去调整自己，调整。我就说，我说没有别的，我说你们让我睡3天吧，我说我真的我没有任何想法，我就真的是放空发呆，就在发了3天的呆。就我觉得不然的话，我真的是人已经就是疯了。然后我那就是拍到最后一天，我都觉得我还有点那个状态调整不过来。然后给我们那制片人，我说不好意思，我说老二我不拍了。我说我真的不拍，当时他们都因为马上已经档期都已经排好了，我说真的不行，我拍不了了，我现在状态我什么也干不了，我甚至我觉得我可能演员都当不了了，就是那种。当时有没有想过跟老公分手吗？这个我是他最大的精神支柱，每天我要跟他通1个小时左右的电话。3天在海边待完了以后，第4天呢就想通了。我继续拍，对啊，就拎个箱子直接回去工作去了。哇，不会心里纠结吗？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回过来想一下，就是后来他们跟我们聊，也是说当时确实有一点一直支撑着我们，就所有的人都跟我们说，说你们放心，你们的付出一定会有回报的。说你们所有人其实都知道我们很苦，就导演也知道我们很苦，知道我们很受委屈，知道我们都很危险，每个人心里都很郁闷，都知道。但是他们说一定要拍完，拍完你们坚信一点，你们今天辛苦的回报，明天一定会有，一定这么辛苦的付出一定会有回报的。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因为这个戏其实
拍完以后，你看你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穿着军装，你们在初期的时候被认出来的几率高吗？因为你们平时更多的是穿便服。非常高，就前段时间我在珠海，我跟父母一块去喝早茶，就是从进去的时候有一个人就一直看着我，一直看着我，我也习惯了，肯定是认出我来了，就是我们就开始坐下来吃嘛，坐下来吃以后，然后完了以后，他就叫服务员，就是说进来说哎，他说那个说有一位先生想跟您说两句话，我估计可能就是影迷嘛，我说没问题，我说怎么了，他说能不能跟你合个影啊，我说可以，吃完饭我们就走嘛，就买单，他说那位先生已经买了，那我特别不好意思，人家就是说可能也是觉得就是喜欢你吧，可能就是早知道多点点就是特别碰到这种事情你就会觉得倒不是说省了那么点钱，就觉得很欣慰，就是说你得到大家的承认，认可，这是一种特别是。你有吗？你有碰到吗？我跟你说，有，我跟你说，特别是爹妈在旁边的时候特别高兴。你讲一个。就纳威，纳威把我的单买掉了，然后我还有别的没上的菜也给我划掉了。前两天，今天几位来了，讲了很多他们拍戏的故事，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观众其实。平时很少有机会见真的特种兵，是不是？是。那我们今天就真正请到了来自突袭军事俱乐部的资深教官，来现场跟我们大家做一个互动。你们想不想见他们呢？想。来，我们掌声有请。我是来自北京突袭军事俱乐部的高景龙总教官。我是北京突袭军事俱乐部执行教官邓祥龙。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是真枪吗？这个不是真枪，是这个是我们的那个部队的训练枪，橡胶的啊、哦。但完全按照真枪的分量来做那个失误。对的，对的。哎，你们当时部队都长这么帅吗？我刚才已经说了，我的造型你丢不丢脸？人家你看，教官长得都比你帅。过奖。对，我有一个问题、啊，特种兵为什么要戴墨镜？是不是因为经常要突击，所以说怕在路上被人认出来？哦，也不是，就为了效果帅吗？这个都不懂你。我给你普及个知识啊，你看到有很多不管电影里面也好，现实中的，比如说外国政要的他的保镖会戴眼镜，会戴墨镜，为什么？为什么？当他这样面对这边的时候，他的眼睛可能在看你。哦，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明白了。不要让你觉察到他在看你。我比如说，我要看这边，但是我戴着墨镜，我可能正对这边，但是我可能眼睛在瞟这边，有没有什么情况？那不长个肥眼就行了。不光是要装酷，也是他要掩饰自己的眼神。是吗？还有一个特殊功能，特殊的功能就是防弹片。防弹片，有防弹片的眼镜。哦，这样专业的。还有什么？我问一个问题。那你想听点吗？我想听。自从我特别喜欢的 Ring of Fire 就是当兵了以后，我就对特种兵啊这些产生了一个崇高的爱意。如果这两个都喜欢你，你会选哪一个？我觉得他们都给我感觉很有安全感，非常的高大。要选，真的要选的话，我选他吧。啊，谢谢。哎，陈经理，一个问题，你根本不用回答，好不好？对，我只是想问一下，我只是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在那个服役期间啊，可以谈恋爱吗？严格纪律来讲是不可以。不可以，那对，就是离开以后就可以谈了，但不防止你喜欢一个人，对不对？这个怎么有点听着？一般在单位的时候吧，是接触不到。没有女的？没有。啊，多上节目啊。两位当了多少年的特种兵啊？我服役8年，在特战待了4年多。啊，您呢？我当兵5年。他比普通兵的强度要多1/3。
比如说至少类似是什么？比如说出操，一般的话都是5公里，像一般我们出去都是至少10公里。那最受不了的训练是什么？起初最受不了的训练，我觉得是徒手攀登吧。6层楼必须要10秒钟上去。啊！这不比10秒？就从楼外面怎么爬去？对，10秒钟。对对对。对。那还有就一个训练是挑战身体的极限，这是野外生存，野外生存，对吧？我们讲的野外生存。对，就是通俗点就叫魔鬼周。啊？什么叫魔鬼？好想听。训练过程中，在不间断的去挑战你的人生极限，在你3天不休息的时候，等你刚想睡的时候，就有事情要发生。然后吃东西也是吃不到，饿。他这7天里边不是说一共给你这些食物，他是也是不间断的，比如说这一顿也给你一些，然后你比如说1分钟要吃完，吃不完直接给你收掉。啊！他要逼你1分钟吃完。对，没有东西的时候就自己找食物。还有说什么是挑战人的极限呢？比如说抗寒训练。抗寒怎么？凌晨一般都是2点左右吧，紧急集合，到操场，或者说。还有就是拉到大山里，脱掉自己的外套，就光着上身。对对，上身还有腿上都没有穿外套。这个我其实亲眼见过，就是前两天我们去就是东北雪乡，然后看某特种部队的一个集训，他们就是早晨7点半拉到雪地里边，然后-40度的天，赤膊。啊。就是赤膊，上半身赤裸裸的赤膊，你小孩20来岁的小兵，你知道。冻得嗷嗷叫，你知道吗？谁也不愿意脱，但是这是训练，那你就必须要脱。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所以说其实我们的特种兵，只是说实话，只是表现了我们特种兵的冰山一角而已。嗯、他们要比我们要苦太多太多。哎呦，我就要给他们鼓鼓掌，真的了不起，很了不起。哎，这样的，我们今天现场再来一个考核，因为一开始考核你们，对不对？嗯、我们交给3位，你们想考核什么呢？两位都可以满足啊。好，我们来一个更加专业一点的考核。两位可以接受我们的挑战吗？没问题。耶、yeah, ，来看道具。我们今天特别准备了一个那个网，这个用专业的语言叫什么？这个叫那个地桩网，在这个战场上啊，有不同的地形，就比如这种是地桩网一种地形，它属于比如是一个电网，上面是电网，在部队是一个铁丝网，上面是铁丝，你不管用什么方式要通过这种地桩网或者电网，首先呢，或者是。发现有敌火了，首先要卧倒，就是现在咱们不用用枪，用徒手卧倒这徒手卧倒首先教官会下一个口令，或者用什么姿势前进，或者第一次步步前进，第一次步前进。好快啊！我以为是从这上面过去。没有啦，从下面。还有呢，来。七大姿势是一个低姿，低姿这个网不过是高点啊。低姿的要领也是卧倒的情况下啊，腹部一定要贴着地，因为它比较网比较低，比如网到这儿，你身体不能挨着网，尽量不要挨着网。低姿步伐前进啊。太滑了。这个刘维，你要不要来试一下？哇！你挑战一下，加油！来，我老觉得你要准备舞狮子，你知道吗？你可以在上面。不动。抓什么？我肯定。加油！头不能输了啊！加油！快速！好滑呀，地面。对，地面还不错呢，哎呀，非常棒，加油！对对对，来，加油！大家欢迎。来，请教官下口令。哇，不动。哇，肯定。哇，加油！太棒了，还有谁呀？还有谁？把那个太帅了，那个枪，陈述。啊，我来，你要抱枪吗？我来，还有拿枪，好久没有那个了。请教官下口令。不动。机子前进。带枪啊，好多女生是这样练的。没有，他们今天都没有带护肘，非常对对对对。哇，女生来了，我来了。掌声。加油！啊，加油！陈老师，我听你。我好滑。加油！不错啊，肯定好啊，加油！哇，非常可以啊，太棒了，太滑了。
我们谁要试一下吗？我来，快，小峰，耶，小峰，速度慢一些。不不，前进。加油，小峰，加油，小峰，我要加油，直接从那边跑出去了。非常棒啊！我们请观众来吧，哪个观众愿意试一下？来，两位男观众上来挑战一下。这是短袖哎，这个对。来，会挺疼的，看不到方向啊。不动。龙哥，陈毅。哇，那快呀！好啊，哎，好棒啊！好。这是要起飞的架势，而且我觉得来来来，卡得好快，哎，这要小心，小心啊！这是要游泳，小心跳水了，很疼啊，小心。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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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种力量。他一定当过兵，一定当过兵，对，一定当过兵，对。他一定当过兵。他们的戏你看吗？你们怎么评价他们的演技？非常好，每位都非常非常棒，非常漂亮。今天是第一次见是吗？啊，对对对对，帅，真美女。因为没有都很漂亮，我们名就名二牛最帅。二牛最帅。说良心话，因为来做这期节目，我在网上也搜了一下，有一些人在后面说，好像演员演戏都假的，都是有替身，都什么的。嗯，就真的是网上一开始就会有很多人说肯定是假的，说真的是假的，说不可能女孩子去完成这些泥潭里的东西啊，包括我们教泥浆，说那肯定是道具做的，然后说还有人问，那倒下去是巧克力吗？对啊，剧组那么有钱给你倒一桶巧克力？对啊，就是完全是一桶泥浇在身上，我们完全就是沉在大泥潭里。然后后来我们有一个姑娘实在是受不了，在微博上我看了，就我们中间一个女演员发了自己浑身青紫的照片，说如果我们是假的拍的话，全用替身的话，我身上的这些伤是哪里来的？就当时我看的我都觉得心蛮酸的。然后当时导演还说别生气别生气，就肯定会有人会有这种那个的，别怪我们自己知道就行了。而且我觉得有这么一部戏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你们的战友，对对吧？而且确实在火凤凰这边是吧？而且之前的从一到现在，我觉得现在大家支持的还是挺多的。他真实演出了特种兵这些辛苦。对，我们接触到有很就是去演出干嘛，就是碰到一些战士，他们真的就是说我就是看了特种兵我才来当兵的。很多的我们碰到过好几个这样的，就是我真的是看了你们特种兵以后我们才来当兵的。我跟你讲，特别超级访问，你看他们俩来了以后，好多人估计都愿意嫁给这样的人，多帅，对吧？你还真不能摘眼镜，我跟你讲。我想问你啊，你们是有脆弱的一面吗？就你们怎么就能把你们弄脆弱呢？我知道了，爱情，亲情。我可以告诉你们，可能因为我接触的比较多，他们最脆弱的时候是在战友退伍。哦，一定是的。对，我在网上一定是的，一定是的。为什么？说的那种感受。因为战友之间，他能在生活当中、训练当中体现到那种比亲人还要亲的那种感觉。真的是相依为命，尤其是在这个野外生存。还有这种魔鬼猪的时候，最能体现的就是团队、兄弟们、战友情，真的是一辈子不可，就是永远都忘不了的，任何事情都忘不了。你生死相依啊！对，就是生死相依。所以你们会哭？对。你们在那种场合分别的时候，我们也是肉长之心嘛。那像这样分开以后，相互之间还会有联络吗？会有联络啊，每年都有聚会，然后。分手的时候唱什么歌？哎呦，这首歌，这个军中的时候一听到这首歌就要哭。军中绿化，哎，唱几句，大家一起，一起唱好不好？生我之呼唤，多少血洗梨花，不要泪一点是眼泪花，却也是在温暖的家。看到了柔情的一面啊！对对，我是特种兵，是我看到我采访的戏当中，我认为他们付出最多、最辛苦、演的最棒的一组。我们来给他们些掌声。谢谢。
然后五二在热播，所以呢，在这里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这部剧，能够让它收视长虹。对，几位有什么要跟观众说的吗？最后，特别谢谢观众朋友对我们，我们几个的关注和支持，我们也会一如既往的继续努力，拍出更多好看的戏，塑造更多丰富多彩的角色，来回报观众。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很棒，让我们崇拜的职业。本期超级访问成功，感谢娃哈哈营养快讯，谢谢。